问你是什么时间搬到这里住的？好怕的，你是没见过，太吓人了。是吗？无求，以后我再也不能跟你在一起了。我不许你走，你好不容易才回来，我死都要跟你在一起。做人做鬼，你都不在乎吗？我不在乎。你也不打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不会吧，医生说我有妄想症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啊，经常想着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而且啊都疑神疑鬼。哎，申哥，如果你再回电台上班，就干脆做灵异节目好了。干嘛？安全班里面有一个人走啊，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又发作了，申哥，你咳嗽吧，你没事啊？妄想症，妄想症，对，你是妄想症，你放轻松，能放轻松哦，放松了没有？放松哦，可以了哦，要慢慢体会到哦，慢慢的啊。
真的是病得不轻。怎么装都看不见啊？你干嘛？我们是好朋友，怎么一见面就动手打人呢？阿深，你也不对，明明看见我们两个进来了，竟然还假装看不见。对不起啊，我习惯了。哎，你们找我干嘛？绝对没有，最起码我在的时间没有。倒是出事以后，这个宿舍发生了几次怪事。照你这么说，沈未央纵火自杀的事儿，可能是别有内情。在沈未央出事之前，那间寝室一直没有出现过什么怪事，所以这些怪事的起源都是沈未央的那场火灾。可都说沈未央是中了邪才出事的，中邪只是传闻罢了，并没有任何人证实过这件事情。如果就算是事实，那我们住的那间314寝室刚住没几天就出事儿，可是沈未央住了两年才出的事儿，怎么办？沈未央难道缠着我们阴魂不散，纠缠我们就是沈未央吗？佳玉，你别着急，我会继续查出真相的。我想只要找到真相，事实一定会水落石出。我打算再去查一查当年跟沈未央一起住的这三个室友，我想他们三个一定会知道些什么。喂，沈毅啊。沈毅啊，这么晚了找我有急事啊？我刚去看盼盼了，他跟我说最近你们身边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，你们都怀疑跟十年前宿舍那场大火有关系。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，其实我们几个人最近都有梦到沈未央。那这样吧，我带你去见个人。这么晚了去见谁啊？见到你就知道。好吧，你等我一下。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又看见那鬼了。鬼在哪儿呢？在里面。有啊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你去哪儿啊？不行，我今天不敢住这儿了，太可怕了，我要回家。嗯，那也好，你回家换个环境，也许就没事了。我走了，你一个人不害怕吗？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平常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不也一个人住这儿吗？那好吧，我走了。